我是常荣。今天我们来学这个单词 ，twenty， 二十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例句吧。My mother gave me $20. 妈妈给了我$20。Mother， 妈妈。Dollars， 美元。